我在地府准备一席山珍海味，你们有胆来享用吗？太嘎好矮嘿梅森，今天我们就跟着这位短腿女僵尸前往人气非常旺的醉地府。一进门就可以看到许多牛鬼蛇神女阎罗，整个空间打造的非常有氛围哦。这排队进地府的画面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店内的每一个角落都算是很用心的在呈现哦，还打造了都是符咒的空间，让众生们拍照打卡，也准备了非常多的便装哦。为了招财，这个虎爷要套一下吧。各位应该肚子饿了吧？话不多说，准备吃饭喽。超丰盛的龙虾拼盘一上桌，恶鬼就流口水了。皮脆肉嫩、肥而不腻的德国猪脚，还有酥炸二师兄椒盐排骨都是必点哦。居然冬阴汤也有哎，还有超多下酒功夫好菜。我会把今天吃的都放在文内哦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动喽。这满满的一桌吃的真的是非常过瘾，原以为这个就是吃气氛的地方哦，但没想到餐点能有如此好评。我想今晚不在地府逍遥醉三回是走不了了。既然是餐酒馆，各式调酒当然是必备喽。你们选好一杯孟婆汤了吗？今天就和梅森一起干了，忘掉人世间的烦恼吧。